别动啊，儿子！哎，好宝宝，哎，乖啊！咱家狗不踢脚毛，过来，快来，踢，快点啊！过来，过来！啊个屌，回回踢脚毛，哎，就跟要你命似的，周大壮，你回回踢脚毛挨揍，你没有脸你！得劲了，老实了，再啊来，再上我这啊来来。那不要脸的，人家那不要脸的，这咋想搜了东西吃呢？那咋猫的东西你俩还搁这使呢？太不要脸！这冰箱里，这个女孩子都想控制一下感情发展的一个进度，或者是说她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她虐你，她在找自信，找存在感。这个不可信，你说的这个不对，这个王兰说的这个。